新闻首先要先带观众朋友来看的是阿里山英迪格酒店伫咧几何正式开幕。事实上，伫咧大阿里山地区已经真久拢无新起的饭店，所以英迪格酒店的开幕相当受到期待。尤其是英迪格酒店是 IHG 酒店集团所推出的顶级饭店品牌，这嘛是阿里山山顶第一间的国际级饭店。开幕典礼是邀请到各界贵宾出席剪彩。嘉义县长翁章梁的支持，阿里山是国内外拢相当知名的旅游景点。英迪格酒店的独行会当大大来提升到旅游形象，也欢迎来自全世界各地游客到阿里山赏樱花、看花金菇，伫咧舒适的饭店享受到高山美丽的风景。嘉义县文化观光局长徐佩玲表示，酒店位置距离中部交流道，也是阿里山国家生态游乐区的车程，拢伫一点钟以内。周边有龙吟山步道、龙顶步道、宜兰平步道、徛顶云海，还佮有顶石道、云步、琉璃光。地理位置以及公共资源是真丰富。的往阿里山的恩迪格酒店啊，今天正式开幕啊。那在试营业的期间啊，就受到很多的好评。那包括在农历过年期间，那很多的名人啊都进驻到恩迪格酒店，然后到阿里山来做观光跟旅游。那实际上这样的一个洲际型的国际性的酒店，在阿里山开幕，也代表整个的观光能量的提升，也代表整个这一条全台湾最夯的旅游线啊，有一个国际级的酒店来服务大家。所以接下来不管是我们的樱花季，或者是紫藤花季，或者是阿里山的整个山区的萤火虫，我想都非常的精彩。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要往阿里山去旅游的时候不要忘了这边有一家酒店是一个国际型的酒店，叫恩迪格。那今天开幕了，我们也希望大家多多来嘉义旅游，能够带动整个嘉义的观光，也能够来这边喝到非常全国全世界最有名的咖啡，还有我们的高山茶，期待大家来。馆长翁章梁表示，阿里山是台湾非常重要的旅游路线，唔啦受到国人欢迎，国际旅客嘛拢慕名而来。阿里山的樱花已经偷偷盛开，三月起还佫有指定花季，欢迎乡亲就山来赏花。暗时还佫会使看见富裕有成的花金菇。今后酒店将持续为旅客提供服务。希望每一位乡亲拢会使伫遮远离都市，好好休困。最新新闻，转新闻，黄龙雄采访报道。